生做一半期，点点做你的记忆，爱你的心也过爱一世。两情相悦，你着免歹势，也讲着婚事又搁头咧咧，也男戴当婚啊，女戴当配，也天赐良缘，你着无相替。良言你就无相替啊！安尼听清楚无？啊，这一次在认真去哦。哈，啊，我今仔日教你呢，无论是脚步、手落还是唱念，你等一次拢爱认真想，啊，家己练习，啊，你别我要考试哦。也搁有啦，咱若是学小段哈，若是做查囡仔，动作都爱较活泼的，拢爱较巧的。啊，若是做小段人啊，动作都爱足优秀的，爱较大段的。哦，好耶，好耶，好耶，好好好。啊，恁今仔日就上课上到这哈，谢谢老师，不免客气哈。啊，恁物件都要提着着哦，哈。谢谢，再见。啊，小老师，哎。啊！你哪个行到倒去啦？啊，哪个是你？啊，是啦是啦。哦，你敢知哦？拄只我看你哦，伫咧唱迄段的时候，啊，你手只臂的姿势哦，啊，脚甲咧甩即个脚步，吼，去我想到二十年前哦，我伫咧大家看你台顶哦，伫咧表演，迄个时的小外甥哦，真正是高高在上嘞，吼，我想袂到，想袂到讲哦，你会出现伫我的面头前，安尼表演让我看，哎，我是毋是伫咧迷茫啊？已经是过去三十年前的代志啦。不咯，啊，这个代志哦，不管多久，在我的心目中哦，不可能讲放袂记。哎，小外甥，我跟你讲哦。好啦，跟你讲过去三十多年前的代志啊，你都莫再叫我小外甥啦。哎呦，啊，我无叫你小外甥，等我要叫你先生的遐。我的本名叫金凤啊，无你过去叫我金凤就好啊。遐，你的本名叫金凤啊？哎，这名我嘛呢，听熟悉呢。我会记讲，这像啊，这个春美凤啊，对，就是春美凤。伊哦，伫咧连续剧内面哦，迄个戏中的名嘛，叫做金凤啊。啊，个白冰冰嘛，搬一支哦，迄个戏中的名，伊嘛号做金凤啊。可见金凤这个名哦，真侪人好啦。要唔我跟阿讲哦，因两个哦都是无你的水啦。啊，你哦才是正港的金凤啊啦。你的意思是金凤这个名，跟咱蔡姐名了？不是，我唔这意思，我是讲伊这名，安尼好听好叫，佮歌唱好了赞，好了好听。多谢你学了。金凤，啊，我想讲我要学歌戏，啊，我要找谁报名？我是看这欧巴桑小姐对歌戏足有兴趣，我义务来教伊呢。啊，你若真正这么有兴趣哦，直接来就好啊。好，安尼好啊好啊，啊是今嘛是明仔载开始，是讲无早我会逐天来啦。无啦，我是干那拜伊伫个遮教。拜三去唱歌跳舞，拜五爱做志工，所以一礼拜伫咧只干一工人。小等你，吼，你安尼讲啊，你遐长哦，还麻烦你阁讲一遍。你讲，拜伫只上课，啊，拜三啊去遐伫咧学唱歌跳舞，迄是倒位啊？伫较过迄个公园啊。哦，迄个公园，哎，我知。啊，你讲拜五咧？便宜做志工。做志工，吼，金凤啊，想袂到讲你安遮尔有爱心，哈，真的。啊，对了，哦，你拄只安尼讲啊，热腾腾，啊，你小等下哦，我吼也是另好记者较好啦，哈。啊，拜一伫咧遮教啦，啊，拜三伫咧公园，啊，拜五做，金凤啊，我有一个代志哦，想讲要拜托你啦，啊，对哦，因为哦，我伫咧厝内面哦，啊，有专工安尼摕一张海报吼，啊，想讲哦，啊，要拜托你，哎，让你走走。金凤啊，等一下啦，佮有甚物代志？啊，金凤啊，啊就安尼啦，我哦少年的时哦，啊有收藏哦一张你的海报啦，啊今仔日安尼真万幸哦，会当拄到你哦，我实在真欢喜啦，啊我想讲哦，要拜托哦，你甲我签一个名啦。
当看到这张海报。你若无去呀，我签无你。啊，多谢多谢。啊，你顺顺啊，说签我的名字吼。啊，我叫做赖进义啦。啊，国语吼叫做赖进义啦。啊，赖是赖皮的赖啦，吼。啊，进是进步的进啦。啊，义是一二三四的义啦。啊，我这冇签你笔啊。啊，多谢多谢。你是真有心呢，真多谢呢，你对我这么支持。这张海报连我家己都无啊，你竟然这么啊珍惜，收藏到这么好。啊，当然哦，哎，我唔但敢要保存呢，以后哦，我咪甲当作哦是阮赖家的定家宝。嘿嘿嘿嘿，来，多谢多谢。这是真实的呢，我唔是伫咧做梦呢。啊，真好真好，啊，当安尼哦，一礼拜吼，上少我会当看第三工，拜伫咧遮上课，啊，拜三伫咧公园，啊，拜五伫咧做志工。哎，啊，伊若无甲我讲，李四六到礼拜伫咧倒位啊？喂，哦，好，我跟你讲，好，我等下甲你送过哈，好，再见。哎，干咩啊？等下啦。我来专门练上回嘞。我知啦，哎啦，这本店的啦，拄只敲电话来订的，哎，你做位上回。哦。卡细弟啊。我知影啦。哎，你是安怎啦？你把水放伫裤底啊来行，拢无咧看。爸，是你甲我弄的啦，你甲我弄的啦。哎呦，对啊，爸，你家己安尼偷懒咧，行拢无咧看咯，你把水放啥啦？我伫咧看这啦，好，这哦，我安尼哦，安尼等几落十年啦哈，啊，算讲哦，安尼皇天哦也无辜我这苦心人啦，去我摕着啦，啊这哦，这就是哦，那小外甥哦，哎，亲身哦签一张海报给我安尼，啊，小外甥哦，嗯，我咧摕着啊，我看觅咧，哎，较细腻咧，你唔好去啊，拗着迄个面会撩去啦，知啦，啊。啊，什么小外甥啊？啊，伊明明就穿金凤啊。嗯，啊，这金凤啊是伊的本名啊。哎，迄交情哦，若无够要，哪有可能讲去摕一张海报啦？哎，我跟你讲哦，今嘛通世间哦，都存一张海报尔，绝对无超过第二张的。嗯。哎，爸，正经听你讲哦，我阁唔信呢。啊，这小外甥哦，有影是足水哦。比你较早哦，到迄个阿花啦、阿桃啦，加水几啊十倍。嗯，哈，啊，迄当然的咯，啊无我来安尼晒伊晒到要死啦，哈，啊，摕来摕来，你看，我专门甲用安尼垃圾伊啦。爸，你甲父君哦，伫遐打打讲啊，我来送货啊。等下，无，建明啊，打即马，伊个经营要安怎？什么经营呢？嗯，啊，昨天那两公小弟个谢姨啊囝啊。啊！伊母的迄个代志啊！啊，我是讲哦，啊，迄一天哦，遐青仔粽安尼来乱了，啊，尾也感觉搁来。哎，唔敢来啦！唔敢来哦！哈，加载啦，加载啦！我哦，安尼为着哦，恁的两公小弟为着迄个谢姨啊囝哦，安尼足惊讲这代志哦，去拖累着恁两阿母呢。啊，为着这代志哦，我安尼烦恼到安尼拢未食未困啦哈！安尼困安尼也唔对啦，啊烦安尼也唔对啦，迄规暗哦都敢袂出咧前十把鱼同款的啦，啊想到尾啊无啊多，我只哦提供这小外孙的海报哦，啊我就安尼啊总个搭搭面门床头哦，啊我就安尼按豆豆看豆豆甲看安尼，啊看到天要光的时哦，啊只安尼袂结束啦，安尼哦，嗯。可怜的我，哦，足可怜的呢。可怜可怜。我看哦，你是桃花朵朵开啊啦。嘿嘿嘿嘿，咱即马卖讲这啦吼，咱即马讲正经的啦吼。我吼感觉吼讲这代志吼，实在吼是安尼非常的严重啦吼。你关系着讲迄本店的代志哦，啊，我是无法度啦吼。啊，若讲着这家门店的代志哦，见面啊，我甲你讲哦。无论咱怎样，千万只加盟店哦，绝对袂用出代志哦。就是放心啦，我早就去探听过啦。虽然讲我甲建宏是兄弟，啊，不过伫法律上哦，我根本无需要负任何的责任啦。伊欠的哦，甲我完全无关系啦。哈，
法律上哦，你是免负责任啦。啊，那人情呢？哈，啊，但即卖人哦，都拢已经来乱过啊啦，哈。啊，人啊，搁安尼死过乱落，安尼来甲你乱安尼，啊，唔放你锁，安尼你要安怎啦？啊，大家哦，拢过是性格啦。虽然哦，迄法律上哦，无你的法度哦，哎，要过人伊听哦，逐工来甲你乱乱到你生理袂做哩咯。我你讲啊，你哦，就醉甲饱啦。对呢，我感觉哦，阮爸讲了有道理呢。遐个讨笑的人哦，大家哦拢嘛生戆的，伊哦才无咧管你是阿爸阿母呢。啊，想点解啦？我要甲苏宽林讨迄5000万，若毋是我甲建宏离婚，咱咧如哦，我哪有才调摕这个土地转来啦？啊，搁有啦，今日我听阿妈讲哦，遐个债主哦有走去阿姨因家乱呢，啊乱讲要搬物件啦，搁差一点仔哦，甲建宏起脚动手。啊，若真正安尼哦，我看我咱店的哦，刷来去哦，生意往那边走啊。哦，我哪会这么衰啦？有迄款人甲我做兄弟，无代无志，去扫着红台尾。哎，革命啊！但你即马万难皆拢总有效啦。即马哦，上重要就是哦，代志还未发生的进程哦，你哦来做一个哦完全的封闭啦。爸，你有啥办法是？当然嘛是有啊，啊！我哦前暗时已经讲过啊，吼，你哦无论安怎，一定爱甲从这加盟店哦啊来计划离婚啊，吼。啊，一部分哦，你若要登记对我这来吼，啊，我也袂甲你拒绝啦，哈。啊，因为哦，阮是姓罗啦，哈，啊，恁是姓平啦。啊，迄债主哦，要找要讨钱哦，是要找姓平，啊，所以恁姓平无法度通去罗啦，吼。啊，阮姓罗哦，伫咧法律上哦，我是名正言顺啦。阮哦，听哦，安尼家己罗贴底啦哈，伊也无阮的批条啦哈。啊，所以哦，伊哦绝对哦袂找对阮这来讨钱的啦。啊，我讲这道理安尼，你看安怎？哎，反正哦，照法律行啦。迄债主嘛无可能找我这来。迄加盟店登记我的名也是慧君的，这敢有差？是安怎无差？迄差足多哦。啊，我拄则吼毋是已经讲过啊哈。在法律上哦，你是闪袂过啦。啊，若人情的啊，你哦是建宏的大爷呢，人敢会放你煞哟啊？啊，时间哦，人安尼照三顿哦，安尼来甲你撸，啊，你要安怎啦啊？啊，你若讲哦，迄这加盟店哦，啊来若登记来回军啊吼，啊回军啊去做歹人，时间哦对方人哦，若过来遮乱的时阵哦，哎，你会使拿回军啊这支无事牌哦去解堵啦。总讲一句吼，就是哦，咱爱对外宣布。宣布讲，这加盟店哦，以后改了谢姨阿囝，甚至到平家哦，已经拢切甲里里里啊！哎，安尼时间哦，都袂去哦，连累着恁两个阿公阿婆啦。我啊，是要切啥啦？啊，是要离啥？你甲我讲。我咧亲家，我是安怎甲你讲啊？叫你莫来阮家乱啦！啊，你是伫咧县东恁查某囝，恁囝在县东啥？你甲我讲。无啊，我哪有啥物伫咧县东啦？我是咧讲哦，假使讲迄加盟店哦，啊，那安尼来过哦，回军啦吼，安尼哦，伊安尼做哦，啊，嘛是为大家好，啊，嘛是为恁平家好啊。免啦，阮家的代志免你伫咧加步啦。叫咩啊？我甲你讲哦，你千万是袂用你安尼做啊！恁阿姨遐已经真艰苦伫个，你若真是安尼做吼，你是让人切心啦。是啊，亲家，你莫遐想，你听我讲啦吼。我是安尼讲，你听啦吼。啊，阮慧君啊，啊算起来哦，嘛是恁平家的媳妇啦吼。啊，加盟店哦，敢有可能讲哦会走你我这来，对无？啊，我今仔日做哦，是完全哦要替恁拍一个安全锁，把这间加盟店安尼甲锁掉。啊，到底是咧拍什么啦？你搞点点啦，无啊，是避免啦，我跟你讲。看啦，爸，你敢讲两句啊？好啦。好啦，我咪讲就是啊啦。建明，你甲建宏哦，虽然袂合，也毋过建宏是你的小弟啊呢。你看离婚啊，因老头子，知影讲建宏要出来做事业，因丈人爸养老金呢，提出来为做生意哦。啊，即嘛建宏失败无好。我赶紧提钱要去韩人，你敢知影讲因着人爸安怎讲？伊讲免，叫我将这钱留咧，当我予建宏甲丽君啊拍官司用啦。但恁小弟仔都还袂甲你开嘴咧，
啊！你若真是安尼做吼，你真正是足无情的哦，你啊！我知影，你知影，你唔通让你迄个丢人把话安尼讲讲的尔，啊，生活都伫咧丢毒。没啦，没啦，我袂去讲啊，我袂去讲。好啦，不要紧啦，大家是亲家门风。 你若正经讲要来找我泡茶开讲，这我足欢迎。也是要来找恁查某囝，恁囝婿，迄才是讲抱恁孙，出去行行，这我计嘛，我欢迎啦。也毋过即马阮倒是已经足乱的呢，你若要来安尼乱东乱西哦，我甲你讲，我无欢迎哦。我知道了，我知道，我不会再乱讲话了啦。好啦，再多好啦，再多好啦。好啦，两个啦，我出来一下。爸，你要倒？ 我找一寡老朋友啊，你我参详一下啊，看咧，我都甲建龙斗三工无啊。哦，对啦，对啦，对啦，免着，你嘴开开，感觉甲塌咧，遐济咧。好好好，啊，顺家啦，啊，顺家顺家哈，啊，我袂去讲啊啦，啊，你放心啦哈，啊，顺家哈，袂啦袂，我袂去讲啊。我甲你讲啊，我真正无讲的死的啦，我。 吼，即个代志吼，当恁即马有看无，恁无看啊？啊啊！当即马恁老爸吼，为着咧谢伊阿囝啊，安尼即马四个吼，啊去咧找朋友吼，伫咧斗相共啦哈。啊，即个代志吼，你若无安尼吼，赶紧哦讲上这家门店过户伊就对哦，死交就对啦哈。当你有看到即马安尼找遐朋友吼，一定是为着谢伊阿囝，去当要想办法要周转钱啦哈。 啊，这哦，安尼哦，三转四转哦，转咧到地就对哦，迄间哦本店哦，绝对好转无去啦。即马本店无去了哦，我讲绝对哦是转对这个加盟店哦。啊，这加盟店哦三转四转，我讲，下面绝对许位，免三手哦，含加盟店拢讲无去啊，啊，毋是恁两阿母试看卖咧。嗯，建明啊，我后拄则讲的哦，真正是无毋对啦。迄哦，毋若甲外口的借物呢？ 迄时间吼，恁老爸哦，若果你还要的时候，看你要安怎得啦哈？我看你哦是规矩哦，迄歹人有悔，跟他做啦。要若无迄间加盟店哦，今晚哦绝对会飞起去啦。唉，好啦好啦，恁看安怎哦？恁安尼家己想看卖啦。啊，我想哦，讲要甲恁讲一个，讲哦，阮迄金梦啊，有一个查囝哦，啊，听伊讲哦是一个真出名的律师啦。我看哦，也是来甲请教看卖咧。 啊，过户毋是找代书就好啊，哪就找律师？吼，若讲到这哦，你就真正拢毋知半项啦。你爱知呢，迄加盟店甲分店哦，若要有切落你里里，这其中内面哦绝对有牵着法律的问题啦，啊，也阁有啦，停车场的贷款的代志啦，迄一寡里里各个代志哦真多啦。我看哦，也是哦，咱问一个请教一下哦，比较较好啦。 我看你找借口要去拍迄个金凤啊！啊，哎，是顺续的啦。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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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建明啊，我感觉吼，阮爸讲的这吼，咱是爱考虑一下啦。卖讲吼，咱要保护咱的加盟店啦，啊，着讲万一啦，万一建宏甲丽云哦，啊，真正去用判刑，啊，用抓去关，哎，安尼以后陪嫁的大大细细啦，甚至哦，连阿姨啦、弟弟哦，拢爱靠咱的加盟店吃穿呢。起码都也唔知要安怎处理官司的代志，所以佫有人弄去佮因厝的要讨钱哦。哎呦，安尼，丽云佮弟弟唔知有危险无？啊！妈，我来。哦，好，快些。二姐，阿伯母顶好。哦，小仙啊，来，来坐。来姐。文杰无伫个啦。哦，我知影文杰无伫个啦。阿姨有跟我讲，伊甲因朋友有约，讲啥物要找头路啦。
啊，我今仔有带一下点心给阿爸母食。哦，好，哎呀，来啊，坐。啊，搁转工提点心来。无啦，主要家己做诶。哦。诶，文杰哪会无甲我讲，又要朋友要去讲找头路代志啊？诶，梁啊，文杰有甲你讲无？无啊，你要去住，要甲厝内底人讲诶，拢无靠人啊，甲咱讲，咱才知影。是讲小贤。 啊！你着早讲文杰无伫个，阿奶过来厝个，是有啥物代志着？我听文杰讲，伊三姐代志，啊想讲过来甲阿爸母关心一下。哦哦哦。啊，可以转工走即逝，我想都袂记呢。没啦，因为我是文杰的朋友，啊厝内底发生代志，来关心一下，这嘛是应该的啦。小贤啊。 啊，你若有影吼，安尼真心诚意要甲阮文杰来做朋友，你当初就应该坦白，承认讲当初是你的查某囝，你无应该甲阮妈。你安尼变哪有诚意啦？嗯，这个代志我知影是我的毋对，所以我今仔日专工要来甲你回信嘞，顺便甲恁解释一下。阿公白菜是要去解释啥？了啊，要紧讲起来。 我小贤讲，我读册时阵交过一个男朋友，谁知影因爸母反对阮两个交往。啊，迄时阵我拢甲爱情看真重，啊想讲爸母反对，规去相带走，家己外口组一个家庭。谁知影去无偌久，阮男朋友就叫因爸母带走伊啊。伊走了后，我才知影。 家己有心，啊！时阵想要找因，都拢找袂着因啊！啊，我真正毋甘，把囡仔揢掉，所以才把东东生落来。啊，恁若无问题，对方的家长是安怎反对？迄时阵因的反对是因为阮阁细汉，还阁在读册，啊。好啊啦，你讲你甲进前男朋友无咧联络啊？ 啊！伊若阁向阮做错，阁要甲你做伙，啊！你要安怎处理？阮真正拢无联络啊！啊！以后阁出现，我相信我嘛袂接受伊的。啊！毋过是东东的亲生爸爸呢，东东若要认老爸，你敢要袂还手哩？李红啊，这每一个人拢嘛有过去啊，你敢若袂做咧梦幻人咧？好啦，好啦，啊！ 好，坏伫小贤今仔都来咱遮，好啦，啊无就做一摆，甲代志讲互清楚安尼也好啦，吼。啊，爸母，我转来啊。好。有人客哦，我先去楼顶啊。谢谢大娘，就这样。 我问你，你敢知影东东原来是小贤的查囝？ 我知影，你知影，啊！你啥拢无讲？啊，是文杰叫我莫讲的啊，而且我看阿爸阿母哦，伊伫咧烦恼三姐的代志，啊，文杰嘛讲伊家己会处理，我就无想要遮尔低薄啊。这代志足严重的呢，我讲爸妈，那有可能互文杰甲一个毋知过去的背景是毋是足复杂的查囡仔交往啊？我看，伊较早甲人伫外口佚佗，啊，有囡仔了，已经放生啊。 啊，即马看文杰故意就要高高低啊，阮兜哪有可能娶这种查囡仔做媳妇？二姐，你若是讲一句，我对你无客气啊！哎，你是咧歹啥？啊，伊若无讲白贼，我敢会怀疑。若袂堪要问哦，莫假神假，逐讲要来解释啊！我绝对小贤真不坏，所以就讲这话来糟蹋伊。 有话了，文杰，啊，二姐们家你坐嘛是为着你好啊。是毋是你个二姐同款，可袂着我小贤结婚开啊？你莫阁吵，阿伯阿母，歹势啦，我袂阁来交了。小贤，你莫改，我懂的哦。伊即摆做啥生意闹跑，伊是要出创啥哈？我甲小贤代志无说你鸡毛啊。好啦好啦，哎呦，文杰。 有话豆豆啊讲啊，火气歹遮尔大嘛！免假好水啦，小贤二姐糟蹋，你上欢喜啊！我哪有？你莫冤枉我哦！文杰啦、啊。
啊，当你嘛较差不多咧，死死也无法哪样啊，当你咧骂伊出气哦。你若是个表个小心分开，就顶是比我离开这家啊！阿伯阿母，我一个失礼啦，我先去阿老店。爸妈，我嘛先去啦。为着离婚的代志哦，咱都安尼头壳冒咧烧啊！说了，即马连文件也乱掺落去，哦，我实在是有影吼，都要起笑有影。既然小贤哦愿意来见咱哦，而且拄啊丽芳啊讲啥哦，人也足诚意在回答。我咧想哦，伊是真诚意甲文件咧斗阵啦。对啦，伊是足有诚意的啦。啊，不过万一若亲像丽芳讲安尼，迄代志若拢有影，安尼要安怎？不是咧怪伊，我是咧气我家己。代志拢到这个地步，我是咧坚持啥？我应该放弃啊！哎，袂用的啦。是是，我坦白甲你讲，迄小贤的背景伤过复杂啊，伊根本就不适合做阮林家的新妇啊。搁再讲，阮大人嘛无可能会接受伊的。我甲你讲啦，我也是希望讲哦，你当想办法，啊，甲文杰救到你身躯边，唔通你放弃，知无？二姐，我足忝的，我无想要阁继续安尼甲文杰哥哥缠，我看还是归去搬出去好啊啦。是是啊，文杰即嘛是一时兴准尔，哎，代志过就好啊。我认为吼，文杰即届是认真的，不管拄着啥物困难，一定会坚持到底。还是文杰想了伤过简单。要甲一个单亲妈妈交往，爱考虑代志还阁足多呢，比如讲钱的问题啊，囡仔的问题，啊，阁有啦，啊，万一爱囡仔爸爸若转来，啊，看是要安怎？不过，阮姐认为讲，伊若是甲小贤真心相爱，一定会幸福的啊。迄是师傅忙，话有通等呢。是是，你若真正爱文杰，你都要忍耐继续待落来啊。啊，等到文杰咯，伊也受到阻碍，伊知影甲小贤是无可能的，自然就倒来你的身躯边啊。不过，哦，啊，那是是，啊，一时忍耐来当换一世人幸福，安是毋是足简单嘞？我还是希望哦，你等甲文杰做伙，你得坚持落去，唔通放弃，知无？好啦，我搁忍一下，希望哦，我会当坚持到文杰回头。安尼做就对啊啦，我做你挺你到底。文杰啦，拢无错啊。你拄才伫楼骹吼，无应该甲恁二姐安尼讲话大细声。国家安怎讲，伊嘛是你的二姐啊。就算说讲伊对迄小贤讲话有较歹听啦，迄嘛是为着你好。妈，你甲二姐声声够讲是唔够好，结果咧是处处咧为难小贤，啊甚至当细细面头前，啊讲话甲母就互伊歹看。我真正唔知你先转真心去伤害一个这么善良的查甫囡仔，啊，根本就因为我爱。文杰，你讲安尼唔对呢？我会对小贤怀疑吼，那是因为伊的背景确实无适合做咱家的新妇嘛。哎，伊的过去遐尼复杂呢，啊，佫娶一个囡仔，啊，但你即卖连，哎，你家己连一个头路都无，你是要提啥去亲母仔囝了？哎，都唔是讲。
妈超工要跳山哩，都有影是恁两个人无适合做伙嘛。妈，我之前嘛甲你问过啊，我若是甲小贤做伙，多连东东做伙照顾，你嘛是搞应好啊。你嘛甲我讲，少花连盆，少囝连孙，你搁讲啊？东东的小贤的亲人，照顾这嘛是应该啊。啊，想到什么？一再真相了，变一个款。妈，你恁讲话恁都翻起翻倒啦。文杰啦，你即马看的吼，是干哪个眼神尔？我甲恁爸烦恼的是你未来几落十年的日子。不管阮讲啥做啥，阮拢是为着你的将来伫咧设想。我问你咧，天下间有倒一对爸母，无希望看到家己的囝幸福快乐，哈？嘛是咧啦，我知最近厝内发生真侪代志，你甲爸已经真烦恼啊。我实在无应该阁增加你的困扰。不过这件代志，关系到是向情啊。我相信我选择无唔对，我嘛是坚持落去，一直到恁，这是阮为止。你哪会这固执哈？最近安尼厝内转转代志了了，我这心情都安尼烦甲安尼啊！你，哎，我唔管啦，为着你的将来吼，我袂因为你今麦甲我讲这话。我就赞成你甲小贤做伙，我不赞成啦。妈，我的泪因为你变成上光彼粒星。我的心因为你才有温暖的冬天，你的情为着我，甘愿吃苦不受甜。你一生我一生回头看过去，拢是这呢美。你一张我一张褪色的相片，有美丽的记忆。谁人甘心离开？一生只有你，才当原谅我的脾气。一生只有你，才当体贴我的伤悲。为什么？为什么？等到你无喘气，一句我爱你，才甘愿讲出嘴。啊，我是想讲哦，啊是毋是安尼，赶紧安尼来甲伊脱散哦，啊来登记哦，我的查某囝，安尼时到，较袂去连累着伊啦。啊，听你安尼讲，欠人钱的人是恁囝婿小弟，也毋是恁囝婿啊，应该是无影响啊。啊，无安尼啦，这代志吼，你若要较详细了解吼，听阮查某囝去出差倒转来吼，你甲伊当面讲，安尼较知影。
啊，伊是去倒位出差，啊，明仔载敢会回来？无呢，伊出国都要后礼拜才会回来。哎、欸，金毛啊，吼、哦，你哦在真无简单呢，安尼，安尼一个查囝呢，栽培到遐尔有才情，还是讲哦，哎，阮查囝嘛袂歹呢，嘿，吼、哦。讲到阮查囝哦，哎，伊哦在真哦趁钱呢。我相信哦，你捌听着咧，迄个平台的猪脚人哦，你捌听啦吼。哎，我足穿的啦。啊，即摆哦是改哦白平建明猪脚啦，啊，佫有迄只王店，迄哦拢过是阮查囝做嘅呢，趁我尔侪钱呢哦。哎，就阮无代无志哦，啊，出家呢烧酒安尼，唔只讲咧，大家伫咧烦恼。我迄敢真听恁查囝囝婿吼。啊，当然啦，啊我哦。我啊，唔惊你甲我笑啦！啊，我都阮某啊，安尼自真早就安尼过身去啊啦，就安尼像我安尼单操一个啦，单操一个就讲家我家己人尔，哎，啊，即马安尼教阮查囝安尼相依为命啦，啊，你哦唔好安尼看我安尼讲话安尼五零五零的，哎，我若工过做件哦，是比别人哦更加顶真的，哎。啊，我呢平常时哦，都也无饮酒啦，也无食薰啦，袂晓跋筊，啊嘛袂晓交查某啦。我会用讲哦，无啥物歹习惯啦。哇，你一人生活嘛真艰苦哦，吼。哎，就是安尼讲，啊，毋只一寡朋友朋友，啊，拢嘛安尼甲我苦劝讲哦，有话啊啦，应该哦，得爱找一个伴安尼啦。金毛啊，啊，听讲你真正甲你人离婚啦？过去的代志啊，无啥物通好讲的。哈、啊，对啦对啦，啊，人咧讲哦，啊，王叔卖提气啦，哈，啊，等着拄着啊，心情放较开咧啦，哈，谢谢，哎、欸，金毛，啊，无咱做伙哦，来合唱一条，啊，小姐啊，啊，请你用我爱好不？唔通唔通，我拄只唱遐尼侪首啊，啊，卖过来人占调调，安尼歹势呢。哦，有，啊。啊无无啊无无，你若无想要唱歌，啊无我请你啉咖啡啦，好无？多谢你啦，我拄才唱遐尼一首，啊人拢甲我拍谱啊，啊即卖人咧唱歌，我若做我走，安尼哪好意思啦？哦，歹势啦吼。嘿，哎，他们唱歌。哎，金梦啊，啊无安尼啦。我想讲哦，啊，就也无啥物代志啊，啊，我先来走啦，啊后礼拜咯，啊，我再过来给你学搬砖，好。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对了，我这是我的名片啦，哈。啊，您早间若回来时哦，啊，再麻烦你安尼讲一电话，好。好，无问题，无问题。我来走啊。哼，先行。蔡律师，哦，会用甲本店切好清气，啊，莫受到因拖累，啊，即摆问了安怎？有啦，我吼有去找阮金凤啊啦，啊，伊吼甲我讲哦，什么因查囝吼去国外出差啦，啊，都要一礼拜才会倒转来。切，太久啊啦，健康代志应该无得拖到遮久啦。爸，你大概就安尼啦，拢安尼讲到有脚有手，到尾后拢嘛白讲的。我看这件代志，爱去阮家己解决。啊，既然甲是安尼，啊，恁是安那不爱听我的啦，哈。建明啊，啊，我就甲你讲啦，哈，你着从这加盟店的股权哦，安尼登记予回军啊，啊，你代志毋着解决啦，哈，啊，以后嘛无个人讲会一找你才来讨谢。这都毋是我一个人会当做决定的啊。啊，你甲袂当做决定，啊，这你着找恁老爸讲啊，哈，啊，也算毋知讲你安尼做哦是为大家好诶。啊，你若是讲甲恁老爸哦，搁讲袂通哦，啊时到，啊我才出面来甲伊讲啦。阮大我甲阿姨去庙拜拜。啊，去拜拜嘛无要紧啊，伊若回来时哦，我随甲伊瞧。爸，我看这件代志啊，煞煞起好啦。阮爸爸已经讲啊真明啦，大伯甲二伯拢一家人，袂用找的啦。有啥代志哦，大家做伙担的啦。哈，担？哎呦，担！啊担嘛得爱看恁阿母担起也担袂起。我感觉阮爸讲了嘛有道理，爸伊有家己想法。要不过加盟店，咱若无顾好掉，后摆大家要靠什么吃穿啊？好了，
我知影啦，莫阁变卦啦，你嘛互我一寡时间，就考虑一下凶。吼，以后阁伫咧考虑，啊，今仔买了已经烧着，嘛莫讲捌卖啊，啊，还阁想遐尔啊多。挂号。来啊！啊，建明，我啊甲你讲啦，你好心的啦，你吼，就即摆听我的，无毋对啦，迄时间哦，人绝对会甲你感谢的啦。我是咧想讲，应该安怎开嘴？ 再袂去伤害到大家感情。现在挂号啊！建宏甲离婚的啦，啊都无人对我退休啦。法院寄来的啦。啊，法院寄来哦。法院哦。啊，这个法院的通知书啊，甲拆起来看卖咧。啊不，迄无去甲你拆啦，你这。哎呦，啊我无拆起来看，要来知后壁迄步是要怎行啦。啊。 惨啊！啊，这真正惨啊，真正惨啊！啊，真正叫人起诉啊，真正叫人起诉，恁家己看卖啦，啊！我跟你讲哦，这若起诉了哦，绝对有罪啦，时间哦，绝对哦，一定爱干赔啦，哈！啊，恁哦，真正若搁唔听我的话哦，时间恁就无救啊啦。 我知影讲哦，你今日要中哦，足为难的啦。要唔讲哦，即摆水已经甲平空啊咧。啊，若无，今次头年哦，安拖拖刷刷，后摆踮要找路都袂赴啊啦。等者哦，拜拜转来，我再过去二房甲因讲啦。啊，莫讲啊，这你放心啦，你放心啦，你着尽量甲伊讲啦。时间哦，我会到阮两囡仔哦，安尼跳出来哦，替你站下啦。我跟你讲哦，无论咱怎样，即层代志哦，绝对哦爱做一次解决啦。 即摆除了钱以外吼，上重要就是法律的责任甲问题啦。即摆都要看企业安怎甲咱过，咱才想办法甲对付。对啦，公司看到底欠人偌济，就赶紧甲咱清清咧，咱毋才有法度专心来对付这个官司啊。来生做一半期，点点做。